2013年跨年晚会，让我们来欢迎晚会主持人许杰辉、吴怡佩。哇，大家好！台东的朋友，大家好！听说我们这个台东县政府为了筹办这一次的这个跨年演唱会很用心呢、对，有很厉害的烟火表演。是，听说啊，今年的烟火全台湾在我们台东的烟火最特别不一样、不但有高空发射的烟火，还是全台湾2012年跨年烟火唯一有环状烟火的县市。所以哎呦，真的是太幸福了，鼓励一下好不好？鼓励一下，太棒了！我也想，哎呦。蹲下来是看它怎么漂浮的，不是哈、大家不要误会哦。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oh yeah， 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世界所有
心难为，失恋了闺蜜，开始嘛歹势，我伫你话着完全袂讲话，只好偷咧咧。县长，要安怎对你讲出心来话？讲我美丽，卡想嘛你是会清清像春天的风在吹，只好写着一张爱情寒士花。为作这的婉转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努力不变的情爱。是干妹妹搞热事的干妹妹，只是不小心牵到她的手。哦，也许很多日我能下就回去，谁不要相信我的爱就像一片酒，在你的心湖在流浪飘荡。哦，爱我的曾跟我你说你不爱我，不要等着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哦，嗨哈哈，却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包香手烟，发现我未满十八岁。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一切自由了，准备，拜拜，九。